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个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and 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Foreigners with existing visas can enter the Philippines starting August 1. 菲律宾8月1日起对部分外国公民开放入境。Filipinos would have to align their behavior to the new normal if the country wants to succeed in stemming the spread of COVID-19. 非卫生部表示，如想早日结束疫情，必须从改变自身行为做起。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face masks with exhalation valves as it only provides protection to its wearer. 菲律宾食品药物管理局不建议使用带呼吸面口罩。COVID-19 threatens to exacerbate many issues the world is facing, such as years of conflict and other humanitarian cris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疫情加剧全球人道主义危机。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菲律宾校友联总商会 Philippine 校友联 Chamber of Commerce. 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 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Banau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 Malacañang was saddened that the total confirmed cases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in the Philippines has jumped to over 60,000. 七月中突破六万例预测。非大小组表示，菲律宾八月底前尚无法拉平疫情曲线。据菲中网报道，根据菲律宾国立大学研究小组前几个月的预测，菲律宾将在七月底突破六万新冠病例的大关，但菲律宾在七月中就已经突破该数字。总统府对此感到难过。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随后敦促民众必须遵守基本卫生检疫措施，这包括佩戴口罩、勤洗手以及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近三周前，由于菲律宾在六月底前没有突破非大研究小组所预测的四万例病例，罗克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很高兴庆祝这一胜利。根据菲律宾大学研究小组的最新预测，若按照现有的新冠病例翻倍率，七月底菲律宾新冠病例恐突破 8.5 万例。菲大教授和研究人员表示，新冠疾病传播再生数或 RO 值目前已经来到 1.75， 并一直在持续增长当中。六月底时，菲律宾的 RO 值还仅仅是 1.28。 七月17日，菲大 OCTA 研究小组成员大卫表示，菲律宾不太可能在七月底或八月之前拉平新冠疫情曲线。大卫表示，如果菲律宾的新防疫措施奏效，那最快能在九月份逐渐使疫情曲线平坦化。延长国都区的普通社区隔离措施将帮助拉平新冠疫情曲线，因为这将小规模限制1200万人的行动，这包括那些社区中潜在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或轻症患者。罗克表示，如果政府不执行遏制措施，可能会出现更多病例，国都区的新冠疫情情况不容忽视。如果数据未能有明显改善，则将在下一轮的社区检疫报告时重回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 Cntv 综合报道。 Malacañang urged US lawmakers not to interfere with the Philippines affairs. 非总统府敦促美国不要干涉菲律宾事务。据中新社报道，
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7月16日在直播的总统府新闻发布会上敦促美国立法者不要干涉菲律宾事务。他表示，美国不再是菲律宾的殖民者，菲律宾现在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天，罗克针对45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菲律宾废止2020反恐怖主义法一事做出强硬回应。罗克特别谴责了非美战争期间美军对菲律宾人的暴行，尤其是1901年9月28日美军在东萨马尔地区屠杀无辜平民的反人权事件。7月3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签署了2020年反恐怖主义法，这项法律于7月18日起正式生效。据报道，该法规定除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属违法之外，任何提议、煽动、密谋及参与恐怖主义计划、训练、准备和宣传工作，以及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或协助招募恐怖组织成员也属违法行为。授权非政府成立反恐委员会以承担领导制定和实施具体反恐措施的职能，特别授权该委员会在没有司法逮捕令的情况下拘留恐怖主义嫌疑人，期限最长24天。7月16日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富兰克林·德里隆表示，因2007年颁布的人类安全法许多条款难以执行，没有为国家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有效的法律武器，所以参议院提出14项修正案，以修正案为基础的2020年反恐怖主义法努力在维护人权和国家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之间取得平衡，为非警察机构执法提供适当的法律依据，同时保护人民的权利。与此同时，参议员拉克森周五也驳斥要求非政府废除2020反恐怖主义法的美国立法者，因为这些美国国会议员中有许多投票赞成他们自己国家通过2001反恐怖主义法。 CNTV 综合报道。 Foreigners with existing visas can enter the Philippines starting August 1. 菲律宾8月1日起对部分外国公民开放入境。据中新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7月17日发表声明，非新发传染病管理机构间工作小组16日批准8月1日起允许部分持有长期有效签证的外国公民入境。3月19日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钦发布声明，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当日起菲律宾政府暂停向外国公民发放签证，3月22日起非严格限制外国公民入境。目前只有获准入境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官员及其家属，以及菲律宾人的外国配偶和子女才能进入菲律宾。罗克17日表示， IATF 第56号决议对8月1日开放入境的外国公民有一些预设条件。首先，申请入境者必须持有长期有效的签证，不接受新的入境签证。其次，非将优先安排海外菲律宾公民回国，故外国公民前来菲律宾将受到非最大入境容量以及入境日期的限制。同时，外国公民在入境前必须预定好非政府认可的在非隔离设施以及新冠检测机构。据 IATF 第56号决议，8月1日起允许进入菲律宾的外国公民所持长期有效的签证，目前限于永久居民、特赦和在非出生外国人签证三类。 CNTV 综合报道。Filipinos would have to align their behavior to the new normal if the country wants to succeed in stemming the spread of COVID-19. 非卫生部表示，如想早日结束疫情，必须从改变自身行为做起。据菲律宾网报道，7月17日，菲律宾卫生部表示，如果民众真的想早日结束菲律宾的新冠肺炎疫情，那就必须从改变自身行为做起，早日习惯于新常态。非卫生部副部长维基尔表示，在抗击此类大流行病时，人们自身的行为非常关键。如果他们仍然不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不开始遵循新常态，那疫情终点真的是遥遥无期。他补充说，这些实际上都属于非药物干预措施，这对国家抗疫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遏制新冠病毒传播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做法。国家抗疫工作组抗疫沙皇者迪顺也发表类似观点，称中国和韩国等国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新冠疫情，都是因为民众有纪律。
卫生机构再次强调，如果民众遵守基本卫生检疫准则，包括佩戴口罩、勤洗手并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那被感染的风险将会大大降低。因此每个人的举动非常重要。他补充说，即使那些已经从新冠肺炎康复的人也不应该掉以轻心。该病毒没有所谓的豁免金牌，这意味着治愈者仍有可能再次感染新冠病毒。与此同时，菲律宾参议长威森特·索陀以及参议员乔尔·维兰纽瓦支持将国都区置于更为严格的社区检疫规定之下，以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因为有些民众总是呼吁政府不要再封城，但另一方面却继续无视当局的卫生检疫措施。CNTV 综合报道。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recommend the use of face masks with exhalation valves as it only provides protection to its wearer. 菲律宾食品药物管理局不建议使用带呼吸面口罩。据飞龙网报道，7月18日，菲律宾食品药物管理局呼吁民众不要使用带阀门的口罩来预防新冠病毒，因为它提供的保护只是单向的，或只对佩戴者提供保护。非食品药物管理局总监卫生部副部长多明哥表示，大多数带呼吸阀的口罩都没有注册为医疗用品，因为它不用于外科口罩，它只是用于工业目的，主要防止灰尘进入口鼻。他补充说，这种口罩没有所谓的防护功能，一个确诊患者如果戴了带阀门的口罩，他的呼吸是经过阀门排出，所以就控制疫情方面，当局不建议使用这些类型的口罩。多明哥指出，如果是双向防护的话，棉布的口罩相比戴呼吸阀的口罩好很多。副部长表示，带有呼吸阀的口罩只是单向的，如果没有染病就不会互相传染，但是有病的话就会传染给其他人。因此当局还是建议民众佩戴医疗或外科口罩，这样比较安全。多明哥表示，非食品药物管理局已经建议医院禁止带着带有呼吸阀口罩的人或未正确佩戴口罩的人进入医院。他说，非食品药物管理局还考虑向商场和餐馆等其他机构发出一项公告，告知有关带有呼吸阀口罩的风险。CNTV 综合报道。Coming up next. The European Union was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growing use of sanctions or the threats of san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European companies and interests. 欧盟对美国制裁深表关切，指实施域外制裁违反国际法。广告之后马上回来。Don't change that channel, magbabalik po on CNTV, 菲中新闻台。This portion is brought to you by 有利东方旅游有限公司 Unirian Travel Incorporated JQ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吉桥国际建筑有限公司高层大厦建筑公司重合同守信用老板啊，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啊。COVID-19 threatens to exacerbate many issues the world is facing, such as years of conflict and other humanitarian crise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疫情加剧全球人道主义危机。据新华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月17日表示，新冠疫情可能加剧世界面临的许多问题，包括多年的冲突以及其他人道主义危机等。他呼吁各国在疫情期间维持基本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谭德赛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疫情是当今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但它并非世界面临的唯一威胁。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仍饱受多年武装冲突和其他人道主义危机之苦。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新冠疫情大爆发和为抑制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使得全球约 2.2 亿人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此外，在去年已有 6.9 亿人面临粮食短缺的基础上，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可能又有高达 1.32 亿人遭受饥饿。世卫组织表示，新冠大流行造成教育预算大幅削减和贫困加剧，到今年年底可能导致至少970万儿童永远辍学，还有数百万儿童落下学业。同时，疫情对全球人道主义行动造成的影响，可能使许多人本已糟糕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造成更多的流离失所、粮食短缺、营养不良、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减少以及心理健康等问题。谭德赛表示，新冠疫情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健康范畴，尤其是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他呼吁国际社会以疫情为契机，建设更具弹性、更具抵御突发卫生事件影响的卫生系统。CNTV 综合报道。The European Union was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growing use of sanctions or the threats of san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European companies and interests.欧盟对美国制裁深表关切，指实施域外制裁违反国际法。据中新社报道，在美国威胁制裁参与北溪二输气管道项目的欧洲企业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7月17日对美国制裁或制裁威胁深表关切，又指美国实施境外制裁违反国际法。博雷利当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日益对欧洲企业或利益相关方实施制裁或威胁制裁，并在伊朗、古巴、国际刑事法院乃至近来的北溪二输气管道项目等一系列事件中延续这一趋势，欧盟对此深表关切。声明强调，作为一项原则，欧盟反对第三国对合法经营的欧洲企业实施制裁，而且认为实施境外制裁违反国际法，因为欧盟政策应由欧方而不是由第三国界定。声明表示，如果存在政策分歧，欧盟始终愿意进行对话，但它不能在威胁制裁的情况下进行。又称，如果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一致，与合作伙伴协商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具有重大意义。7月1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威胁美方将对参与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铺设到德国的北溪二输气管道项目相关企业实施制裁。由于涉及德国和欧洲企业，立即引发欧方反弹。德国外长马斯16日发表声明，明言美国制裁合作伙伴的决定错误，反对美国实施境外制裁。除北溪二输气管道项目，欧盟亦对美国一个月前决议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深表关切，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对于诉讼最严重的国际罪行至关重要，必须得到所有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今年三月，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决定授权首席检察官调查美国军事和情报人员在阿富汗所涉战争罪、反人类罪等指控。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初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冻结国际刑事法院相关人员在美资产，并禁止这些人员及其家属入境美国。CNTV 综合报道。Mandela Prize awarded to Greek and Guinean rights activists. 联合国宣布第二届纳尔逊·曼德拉奖获奖者。据新华社报道，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蒂贾尼·穆罕默德·班蒂7月7日宣布，希腊人玛丽安娜·瓦季诺扬尼斯和几内亚人莫里萨纳·库亚特获得第二届联合国纳尔逊·曼德拉奖。穆罕默德·班蒂的发言人利姆·阿巴扎在一份声明中说，瓦季诺扬尼斯是希腊慈善家，他30多年来致力于帮助儿童癌症患者康复。
库亚特是非洲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暴力的倡导者，为阻止女性割礼做出了巨大努力。阿巴扎说，此次纳尔逊·曼德拉奖的颁奖仪式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2014年6月，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设立纳尔逊·曼德拉奖，在向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致以敬意的同时，表彰那些取得出色成就、对弘扬联合国宗旨和原则做出贡献的个人。纳尔逊·曼德拉奖每五年颁发一次，2015年首届纳尔逊·曼德拉奖颁给了葡萄牙前总统桑帕约和纳米比亚眼科医生恩杜梅。 CNTV 综合报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 is affecting Palawan, Visayas and Mindanao, Bicol Region, Eastern Visayas, Caraga, Zamboanga Peninsula and Palawan will have cloudy skies with scattered rain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Meanwhile, Metro Manila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have partly cloudy to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rain showers. 大明区今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碧瑶市15到25度，苏武市25到32度，达沃市25到34度。And that is your latest weather forecast. 我是 Candice Dan 陈静瑜，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广告之后还有华社新闻，请不要转台。Magbabalik po ang CNTV.在当前形势下，只要顾客购买500比索以上，皇庭海天酒楼将提供免费送货服务，让顾客们可以在自己舒适的地方享受他们的招牌菜。皇庭海天酒楼使用他们自己的骑手或 Grab， 顾客可以致电离他们最近的分店。The Association for Philippines-China Understanding hosted the first APCU online forum via Zoom last July 15. 7月15日，非中了解协会举行首次视频联席会议。非中了解协会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忘发扬非中两国悠久友谊，特于7月15日下午3:30举行第一次视频联席会议。大会主题为非中双边关系现状。The Stat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邀请菲律宾驻中国大使 Ambassador Jose Santiago Santa Romana 阁下担任主讲嘉宾。大会首先由该会主席 Raul Lambino 致欢迎词，既由该会会长黄其昭向与会者介绍主讲贵宾 Santa Romana 大使。 Santa Romana 大使表示，非中双方关系源远流长，两国之间兄弟情谊延绵千年，建立外交关系45年以来，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为彼此间在各领域的合作上铺平道路。杜特地总统上台以后，双方友好关系处于高峰状态，大家应该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友好局面。他同时强调两国巩固双边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希望双方能够继续携手合作，彼此求同存异，让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更加炫目多彩。是日会议出席者共88位，受邀出席贵宾包括参议员 Gogo Pimentel 和商总理事长林玉庆博士等多位政商名人。会议进行顺利，大家踊跃提问发言，气氛热烈，圆满成功。 CNTV 综合报道。The Grand Family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Incorporated held a community outreach program last July 12. 中年奉献爱心于7月12日再度赈济贫苦。
三月初，菲律宾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百姓的生活受到极大冲击。五月初，菲律宾各宗亲会联合会已从捐款中各提出菲币200万，分别捐给华社救灾基金会和佛教慈济基金会菲律宾分会。六月初，该会五位主席和秘书长再次使用 Zoom 开会，就有关抗击疫情、救济贫户展开热烈的商讨，并于六月份理事会中通过购买1000份每份价值300菲币的物品，分两次发给该会会所附近的贫户。7月12日上午9时，该会秘书处于会所楼下分发给大厦所在的巴朗街219号和会所前面的巴朗街216号各250份物资，共500份。当天严格遵守社区安全距离，在该区警局及巴朗街人员的协助下，顺利圆满完成分发工作。收到物资的平民也纷纷对中联此次的预警表示感谢。CNTV 综合报道。以上是 CNTV 新闻的全部内容。You can also catch today's newscast on our 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and our website at www.chinesenewstv.com.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NTV Philippines.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Goodbye and see you again tomorrow. Magandang umaga po. This program wa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各界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菲律宾南安同乡总会 Philippine Lam An Association Incorporated 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and 菲律宾校友联总商会 Philippine 校友联 Chamber of Commerce